主料，面粉500克，酵母粉15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13香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40度的水，加酵母粉15克2汤匙，加面粉，合成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锅盖，醒发20分钟，看面团增大一倍左右，看里面很多这样的丝窝，面就发好了，擀成大面片，撒上香油，盐和稍许13香，把油抹匀，卷成卷，把卷好的卷切开小段，中间拧两下，成花卷样，垫饼铛，刷一层油，放进做好的花卷，煎成两面金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发酵粉，可以看季节，冬季多放一点，夏季少放点，起发后再做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